首先我们先看一下钠哈，钠，钠本来就是不太容易一次就上手，因为呢它是集了书法的四个要件，同时在一个线条里面，就是快慢轻重四个字全部在这个线条里面。快慢轻重就已经是书法的精神了，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线条不太容易啊。好，来看一下，点回贴，好，提高，向下，你的姿势都没有变，好，加粗一点，加粗一点，好，停，向右，手臂向右。我每次一下去，他就起不来。好，你再看一下。点回贴，好，提高，向下，停，向右。好，再看一下，点回贴，提高，向下，微微加粗。好，手臂向右。好，这样可以哈。好，一竖勾，贴。好，轻轻手往下移，让笔尖朝上。朝上之后，手微微上提。提贴。好，再看一遍。贴贴完以后，轻轻把你的笔往下移动，不要用力按，让笔尖朝上。好，手微微上提，屏住呼吸。提贴，好，气，好，勾看一下，提贴，提贴，好，提。我这个笔是已经往后倒了，所以不好看，看到哈。提，不要离开，贴回去，上来，所以是手这样出去。那同学写的话，看哦，好，我如果用无名指替，提贴替，看到没？它走不远，然后会很尖。这样听懂哈？听懂。好，来看点。